寿司郎居酒屋灿玉将于8月3号试业，店铺选自湾仔，主打创意居酒屋料理。想知有咩美食推介？跟我哋去睇下啦！作为寿司郎开设嘅居酒屋，灿玉餐牌上面当然唔少得寿司啦。呢款有浓郁鲜甜嘅海胆，又有晶莹饱满嘅三文鱼子，双重口感，鲜味满分。讲到卖相最特别嘅，一定系鱼子酱寿司，外表系一盒平平无奇嘅鱼子酱，但系底层就内藏吞拿鱼蓉同埋特制寿司饭，独特嘅咸鲜味喺口中爆发，绝对系必点推介。干杯三文鱼系日本店人气寿司之一，特殊制法令三文鱼入口即溶，滑嫩之余油脂仲好丰富添。小菜方面，不容错过招牌灿玉薯仔沙律，外形模仿酒商店门外的灿玉球，用青海苔粉和虾干碎包住薯仔沙律，切开入面还有浓郁的流心蛋，无论卖相和味道都有惊喜。这道香港限定的港式日吃别具风情，点心蒸笼入面放了圆条肥美海鳗，并配搭松软多汁的玉子烧和山药泥，够晒特别。记者心水是这款西班牙菜式，相信在一般居酒屋都很难找得到。由于和番茄吸进罗勒蒜香的精华，上菜时香气四溢，更加可以追加隐藏菜式，以香浓酱汁配搭蛋牙拌面，同样滋味。去居酒屋梗系要饮清酒啦，灿玉的餐牌上面有超过20款清酒，全部口味都各有特色，一众酒鬼不容错过。网上订座系统已经开通，大家一于相约三五知己一起去试下啦。请订阅我哋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揿埋个钟仔啊！